看看新闻网。正面只是惊鸿一瞥，但为了这短短的几秒镜头，成龙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让息影多年的林凤娇再度出山。成龙坚持让妻子林凤娇出演，并在电影中加入生活中的对话细节，是他对妻子林凤娇多年默默付出的感谢并表达歉意的一种方式。其实也是一个歉意吧，就是哎，怎么样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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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的、啊。他也没有不听我电话，但是这个是加出来。但是我讲好过他跟我对话，不如就是在电影下面的一种，虽然是剧情，但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歉意，就是这样子。到了后面给他出现呢、啊，比方说后面家庭啊更重要。你的新天地。